韩国团体里资源少的成员吴世勋、赖冠霖惨，而他在家抠脚。AOA 金灿美、徐有奈、申慧晶。AOA 虽然很火，但是歌比人红，大多数人可能连成员们人都认不全，可能只知道资源最多的金雪炫。金雪炫是公司主捧，每次都占 C 位 ，part 很多，代言广告也是代言到手软，还出演过电视剧女主角，虽然成绩不是很好。而其他成员真的资源太少，除了队长智敏之前有上过 Umberty Rap Star， 还有过 Solo， 全敏阿有演过电视剧，其他成员几乎无资源，明明是都有颜值、有身材、有实力。忙内金灿美和徐有奈算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了吧 ？Isoo 吴世勋。虽然吴世勋人气非常高，但是资源真的算少的了。每次 part 就几秒，之前连续两年当选路易斯威最佳助装，公司一篇宣传都没有，完全靠自己宣传。Warner One 赖冠霖。赖迪迪在每次的回归中也是 part 就几秒，每次的综艺很少能看到迪迪上，被公司不公平的对待，个人品牌指数也是队内倒数。舞台上是散发出克里斯玛的完颜爱豆，私下却是可爱爆棚的甜甜关林。这么优秀的林林，希望公司可以多上点心吧。Miss A Min， Miss A 向来被称为秀智，和她的伴舞团人气差距悬殊，其中成员 Main 可以说是在家抠脚的状态了，除了回归就没有啥露脸的机会了，明明是很有实力的呢。